男人这几个长处比金钱更吸引女人，快看看你有没有。对于现在的女人来说，大多时候喜欢一个男人，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经济基础，还有其他的因素。人对于金钱的要求确实是有的，但是并不是有钱就可以让女人为之倾倒，还要具备这些长处，才能让女人死心塌地地爱着你。一、才华。自古文人雅士就十分的招王公小姐的喜爱，当然在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的。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才华，会让女人觉得十分欣赏对方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欣赏对方，或许是因为男孩子打篮球的时候特别好，就会被这帅气的身影深深的吸引，或者是简单的觉得对方的嗓音有特点，就为之着迷。所以，一个男人有才华是完全可以吸引异性的。二、贴心，一个贴心的男人会让女人觉得每天都是十分温暖，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保护。当然，一个温暖体贴的男人，同时也要给女人安全感，做到专一才是女人最需要的。你觉得对于女人来说，到底在乎男人哪一个方面更多呢？